大家好，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。沙漠是地球上最炎热干燥的地方之一，气温会升到47摄氏度，然而呢，却有一种坚强的小猫却在此生活。沙猫，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。它们一般只有2.3千克大，娇小可爱，不过呢，也有些吃胖了的。它们可以很长时间不喝水，从食物中就可以获取大部分的水分，并且呢，排尿非常的少。据说在缺水的情况下，它们比骆驼活得更久。沙猫它的肉垫很厚，并且呢，长有厚厚的毛，用于抵御滚烫的沙地。一双大耳朵不仅使它听力非常灵敏，同时呢，还能帮助它散去体内多余的热量。在撒哈拉沙漠一带的游牧部落呢，将沙猫看作捕蛇能手，因为它们总能快速的把蛇拍晕。如果做到了比较大的猎物，一次吃不完，他们会找个地方把猎物埋起来，日后慢慢的享用。幼年沙猫也非常厉害，5周大的时候就学会从地下挖掘食物，3到4个月就能够独立生活，9到14个月就性成熟了。怎么样，这么可爱的沙漠小精灵，你喜欢吗？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